膀胱是尿液储存的器官，所以它膀胱有癌的表现，基本上在尿路就可以反映出来。比如说小便，它有可能是血尿，尿血，这是最明显的表现。但有的人可能没有，有的是因为膀胱感染合并感染以后发现。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血尿，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。 这个疼呢不是太明显，如果它有出血，底下有一些血液凝固，造成了梗阻啊，或者其他的，可能有一些疼痛，或者排尿障碍，一般早期问题不大，感觉不到，但中晚期膀胱底或者膀胱三角区啊，膀胱影响了输尿管啊，这个地方的肿瘤可能影响的就是一个梗阻，排尿障碍的问题。 共同的早期的表现基本上是排尿的颜色改变，血尿为主。